不得见性啊。所以这个空性，各位有听过吗？空性有没有？有听过空性啊？什么是空性？不是听过吗？没有答案啊。空性啊，万法皆空，空性就是我们的佛性，空性是我们的佛性。那所以各位前贤，当我们已经了解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已经了解而且把它启发，启发了以后跟整个空间融成一体，这个时候的空就是真空，就是我们佛性。那假如说我们凡人把佛性局限在身体，那外面的空是完空，完空就是空中没有东西呀，那个叫完空。所以差别在我们已经领悟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而且已经把它启发，然后培养，让它茁壮长大。这个时候整个空啊都是佛性，所以空性即是佛性。所以凡人啊嘴巴说空不认识啊，这样知道吗？为什么六祖会讲说这个呢只有口但说空，万劫呢不得见性，就是非常长远的时间都见不到我们真心佛性。所以我们佛性非常的奥妙我们平常呢都没有体会啦。那我们借着讲那个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法门，耳根连通，把我们的佛性能够整个呈现出来，跟虚空融成一体，这样整个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佛性。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因为这个六祖在讲说呢这个凡人嘴巴在讲空空，都呢不认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有原因的因为差得非常微妙不了解那个道理。甚至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就是呢摩诃就是大大到无外，小到无内那个大。般若呢就是我们妙智慧啦，波罗蜜呢就是到达清净的彼岸。我们用广大的妙智慧来到达清净的彼岸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我们的智慧非常广大，可是呢我们都没有启发了，我们没有启发佛性那个妙智慧出不来所以一定呢要认识佛性，然后培养那个妙智慧才会成仙。那么此言此言就是我们中文那个梵语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中文就是大智慧到彼岸这个大智慧摩诃就是大然后呢那个般若就是智慧妙智慧，到达清净的彼岸已经呢都没有对待没有斗争了。那么此息心显，就是要我们的心来做了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日常生活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各位前贤要做什么？我们有空闲的时候要做什么？我猜我已经讲给我盖了不是快点放下吧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就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就是心闲我们已经这个心闲摩诃般若波罗蜜，
这样了解吗？我们已经心哦在显了，显摩诃广大的哦那个般若妙智慧啊，到达清净的彼岸。啊，各位有没有做啊？还没哈、哦，还没融入生活了，哎，还要一段时间。先酝酿哦，酝酿一段时间呢，然后把它融入生活。只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有空，我们就呢万念放下。这个时候啊哦，一念不生，哦叫做心显大智慧啊到彼岸。这样了解吗？我们哈、哦、每一位都是佛啊，所以我们不要看清自己，哦都可以到清净的彼岸。都可以成就，对自己呢要有信心。各位有没有信心啊？有。不在呢口念哦，口念啊心不行，如幻如化。我们嘴巴念哦没有用，那个都是哦空，玩空，不是真空啊。各位现在对真空跟玩空呢分得清了吗？可不可以分得清楚了？就是我们把佛性呢已经哈、哦、能够哈、哦、启发了，跟哈、哦、这个宇宙空间呢融成一体。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一个哈、哦、整个宇宙啊都是我们真心呐、啊，所以这个已经哦心在做了，心在显了，哦啊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波罗蜜啊就是清净的彼岸，已经到达了。我们在做的时候啊就已经到达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哦、我们都认为啊佛性是在身上，那就把佛性局限在身上，外面的空、哦、都是玩空，玩空、哦、就是空中什么都没有、哦、什么都没有叫做玩空。那空中有我们佛性呢，那个叫做真空。哦，比如讲我们现在哈、哦、眼睛啊都能够看到哈、哦、形象，对不对？所有形象都能够看得哦很清楚嘛，对不对？我们要了解说哈、哦，我们眼睛啊是心的工具啊，然后再看哦是我们的真心在看，真心呢都对啊整个哦这个空间啊。都了了分明、啊、所以整个空间、啊、都有我们的真心在，了解意思吗？因为呢眼睛的、哦、那个变化性比较大，所以、哦、用耳根呢就比较、哦、能够呢显现、啊、我们那个佛性、啊哦、很宽广的那个程度，所以才选择、哦、用呢那个观世音菩萨修持法门耳根连通来辅助啊，我们哦大呢啊波罗，然后呢啊到达彼岸，如露啊如电哦，就是呢我们这个口念啊心不闲啊，就好像外面的哈、哦、那个露水啊，跟那个闪电一下子就过去了啦，对我们没有哈、哦、这个实际的帮助。那么口念心行呢，则心口啊相应，我们能够呢，哦，这个啊口念，然后呢心啊在行，心啊已经呢肯做了，那么这样呢，心跟口啊就相应，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口，然后跟呢宇宙之间的哈、哦、那个真空啊，整个呢都融成一体了，哦，心口相应，本性是佛。哦、所以各位要相信、啊、我们本性就是佛，之所以没有成佛呢，都是我们造业、啊哦、造了业、啊、然后被业推到凡尘来、哦、接受果报、在受苦，只要我们把业都了掉了、哦、我们又恢复到呢佛的、哦、本位、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佛、这个六祖、哦、讲的没错，本性、啊、是佛，离性啊无别佛，离开性啊就没有佛了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哦，这个性啊我们本性就是佛，所以一定呢要明心见性，哦，努力的方向一定要明心见性，各位明了没？
见性了没？都不敢了，还肯定的回答，朦胧。那么何名摩诃？六祖呢就解说什么叫摩诃呢？摩诃是大，非常大，广泛，大到呢没有外面，小到没有里面啊，叫做摩诃，非常的宽广，没有边岸，这个大，就好像呢心量啊，广大，我们呢每一位的心量啊都非常的广大。跟呢宇宙虚空呢同样尽虚空遍法界，那么广大，犹如虚空啊无有边畔，好像虚空呢都没有边畔，那么亦无方圆大小，亦非呢青黄赤白，亦无上下呢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所以这个六祖啊就解说，说呢我们的那个心量啊，就是呢摩诃广大，非常的广大，好像呢虚空一样，没有边畔，也没有方圆大小，那个方就是啊四角形的啦，细杆，圆圆，大小，那么也非呢青黄赤白，那个赤啊就是红色的昂诶，那亦无上下长短，也没有上下，也没有长短，也没有嗔，就是生气，也没有喜啊，喜欢，没有，都没有对待的，我们的那个心量广大，没有对待，无是无非，没有是非，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这一些都有了，它都障碍，障碍我们的佛性，所以我们要了解，把这一些啊。全部都去掉，没有是非，没有呢方圆大小，没有青黄赤白，没有上下长短，也没有生气啊，也没有喜欢，全部呢都没有，就回到佛性本体回来了。这样会吗？会不会？看起来那个表情就好像说跟他半尬。好像卡通影片一样这个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要做到这一种状态就是要在生活之中体验。假如说我们都是非常的在对待的那个现象之中非常在意，那个叫做住相，住在形象。那各位前贤，我们要了解说住在形象我们被形象拘束，被形象陷害，形象一直在变，无常变化，一直变。可是我们的执着竟然比形象变得还慢。执着就是执着，不会变。形象都变了执着还不变，是不是这样？我们想一想，说我们为什么有烦恼？就是住相，不住相就没有烦恼。各位先生试试看，只要不住相就没有烦恼住在形象烦恼就来了。那为什么生气？就是事情不如我们的意思啦。那事情不如我们的意思凡尘十件事里面有八件九件都不如意，那整天都气气，会气死了所以不用气不需要那个都是多余的我们要了解说凡尘都是虚幻不实在，只要落入形象都是假的，没有真那既然形象都是假，我们所有一切烦恼都从形象来，那要不要烦恼不要这个不烦恼才是聪明才是呢能够呢掌握到原则说呢不必要烦恼那个都是多余的啦，形象都变了，烦恼都还在啦所以不要住相当有人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自己的心跑进去那个被骂的那个文字里面比如说你好像猪一样呢，
结果我们哦自己就想象那个猪，这个四脚哦都在地，然后那个生活的环境呢很不理想，我就是啊，生不生气？所以哈、我们要了解，都是假的啦，形象都是假的，语言也没有啦，语言也没有形象，语言像也都是假的啦，所以哈、不要住，不要住呢，我们才能够呢，解脱，我们那个佛性才可以自由自在。知佛刹土啊，尽同哦虚空哦，所有佛的哦那个清净啊哦那个国土啊，全部呢都跟虚空一样。世人的妙性啊本空哦，我们凡人啊，所有人的哦众生的这个啊本性啊，都是空的哦，妙性呢本空，无有一法可得，所以哦没有法。我们就是了解啊，我们修道、去掉两个，一个呢就是我执啊，一个就是法执，这两个去掉就成佛了。先把我执去掉，我、各位了解我吗？各位了解这个我吗？有了解吗？对这个我有了解吗？我是相，啊相是我，了解吗？这个身体哦，是天地的物质啊，水火风土，众缘际会皆有用。这个不是我，这不是我哦。各位不要把身体当成我，那个是假的哦，要还给天地的。真的我哦，就是如来，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佛性就是如来。有没有听过？有哦，还相不相信？这么小声啊！本性就是佛哦，我就是如来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身体是天地的物质，不是我哦假的。我们要借假的修真，把那个哦佛性啊修出来，那个才是哦真正的我。那这个身体呀、百年都不见了啦，一百年以后哦，我们没有一个人再完成的，我们在场的所有各位前贤呐、一百年以后还在吗？在不在？都不在了哈、去哪里了？归位了哦，这么好啊，都已经归位了哦，归位是回到佛的本位呢，那最理想的呢，那要努力修、把所有那一些、佛性所没有的那个习惯性啊，去掉那一些、佛性所没有那一些不好的、那个习惯性啊，全部都没有才可以归位、最好就是能够归位回到佛的本位、都是佛的、不再凡尘受苦，最理想啊，只要我们努力呢都可以达到，看我们愿不愿意的、愿不愿意啊？你看都没力道，愿意啊，阿都蒙着看卖，缺少那个精进哦，那个冲天之志哦，要有啊！这个哦，我们既然能够有人的身体，又可以得到哦三天大开普渡，那又求到了最殊胜的。又在这么很好的修道环境，不努力修很可惜哦，一过了就没了哦。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有主宰的时候啊，就要把佛性启发，让佛性来主宰，不要让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主宰。各位前贤，现在生活之中呢，是哪一个在当家？真的是佛性当家吗？那么理想啊，是现在听课的时候，听课的时候才佛性当家，那回去呢，眼睛当家了。不过还不错了，还有佛性当家的时候，
我们凡人呢都没有、哦、佛性都没有当家，都是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哦、在当家、哦、只要他喜欢，我们佛性都挡不住嘛。眼睛喜欢看哦，佛性说不要看，那个不要看，不合理呀、啊，不合真理，不要看，有没有用？没有用哦，知道那个力道很大哦，哦，真的是大。哎，这个耳朵一喜欢听的哦，哎，佛性说不要听那个，不要听那个负面的，不要听，听了会拉你到地狱去啊。哦，还一直听，恭喜他，你要他讲的，听他详细。对不对？然后再闻到那个炸鸡排啊，哦，好吃好吃！哎，不要闻那个哦，会引哦引导你哦造罪哦，加胖，是不是这样？哦，很现实哦。然后这个嘴巴哦，一直想吃想吃啊，哎，这个想吃哦，老远都去找啊，找来吃啊，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现在有很多、哦、我们看到呢，这个社会人士啊，那个、哦、身体实在是超过的胖、啊哦、都一个人两个人份，很胖，那个就是很喜欢、哦、吃那个炸鸡排，因为那个、哦、他们外国人养、哦、养那一些、哦、畜生的时候、啊、用那个生长激素，让、哦、那个长得快、啊、才可以卖钱，然后那个哦，生长激素都在那个哈、哦、肉里面，那我们吃进去的哈、哦，在我们身体里面呐、啊，嚯、哦，生长激素啊，让我们一直长，嚯、哦，一直长，吓死人了，那个心脏负担都很大，看得都很难过，哎，那个一个人哦，要坐两个人的位置，可有没有看过那么胖的？还蛮多哈、哦，哎，我们南部不知道、啊，北部是很多了、啊。哦，北部可能这个比较富裕的生活、哦，哎，这个吃的比较习惯，所以哦，胖的很多。哦，可是南部好像比较少哎。一下来了，坐车看的时候，哎，大概都差不多，差不多嘞，都真苗条，真标准嘞，哦，都蛮好看的。所以我们呢、哦、在凡尘的时候啊，了解说先去掉我相，我相呢、哦、去掉、哦、不要呢执着这个身体的我，我们呢就是要进入啊佛性的我，佛性的我呢就是如来、哦、就是佛了、哎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呢以佛自居啊，那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啊就会想，哎，佛可以这样做吗？那不好的马上就可以改掉哦，用这么高的来要求自己，高标准，愿不愿意啊？愿意。自性呢、哦？真空，我们呢那个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它就是真空，空中不空啊，叫真空。哎，空中空的话叫完空啊。哦啊，所以我们空中不空，都有佛性在。所以呢，真空不空，哦，亦复如是，哦，也是这个样子。善知识，莫闻我说空啊，哦，遍及啊，着空。哎，不要呢，听到呢，啊，这个六祖一讲空呢，然后我们就着空了。这个空就是完空了、啊，哦，是空中什么都没有。第一啊，莫着空，因为我们凡人哈、哦，假如说着空啊，就是消极呀、啊。全部都没有希望了，所以那个自杀的人啊，他就是着空，哦，没有希望的啦，他不抱希望，所以哦，那个最危险。哎，我们要呢去劝那个哦自杀的人说啊，你不要，你不要自杀，很难去劝，因为他已经心哦着了完空。哦，各位有没有试验过？没有，没有最好。那有的话你就有经验说，哦，哪有人这样的，哎，都呢欠不来，哦，那个啊要自杀的人都会这个样子，所以会一而再再而三，然后有自杀的念头，哦，一再的想自杀，
就是呢凿空。所以凿空呢，佛就讲说宁可凿有如须弥山，须弥山很高大，你凿有没关系啊，可以救，不可凿无啊，如戒指许，无就是空了、啊、没有哦。啊，戒指是很小，不要凿那个空啊，凿得很小都没有哦，要救了哦，没有要救。所以呢，第一啊，莫凿空。若空心啊，静坐即凿无即空。假如说我们空心静坐啊，就是什么都没有，不是真空了、啊、哦，是什么都没有的完空。啊，那个心啊，就是我们日常的心意识啊，不是我们真心，真心就已经呢即心即佛了。各位对即心即佛啊有没有深刻的印象？有没有？我们不是解说了很多次吗？有没有？哎，我们把凡尘的哈、哦，我们六根啊，然后对着六尘产生的六识啊，那个心都不要。哦，这个三六啊，一十八，我们说十八层地狱啊，就是从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所造下来的业，然后呢进入啊哦十八层地狱。那我们把这个都去掉，十八层地狱就没有了。哦，这个心啊都不要，这个哈、哦、心意识啊因缘际会才有，眼散啊哎就没有了，心未到已无。哎，我们对的凡尘哦产生的心呐、啊，凡尘消失了，我们心就消失了。哦，所以那个心呐、啊，不能拿来修道。哦，那个心意识啊，都是生灭的。那我们呢，追求的是真空的哦，那个心，那个真心呐、啊，真心呐、啊、是真空妙有，真空啊，空中不空，它、啊、妙有啊，有没有形象？这样懂意思吗？哦，这个空中有佛性，可是没有形象，这样知道吗？假如说呢，我们空心啊静坐哦，就找啊无际空，那个无际啊，就是也不能计善，也不能计恶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哦，像呢这个我们说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各位浅显，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先有蛋，它没有鸡哪有蛋？哦，这个蛋要鸡生出来啊。所以这个问题呢，释迦牟尼佛都回答无忌，无忌啊，就是你研究哦，对你没有帮助，耗费你的哦心神，没有对你没有帮助。哦，这个没有答案啊。哦，世界有边呢，还是世界无边？佛都讲无忌，你不要去研究，对你哦没有帮助。无量无边呐、啊，哦，那个佛就讲，我们这个虚空啊，无量无边。那你问世界有边呢？世界无边。哦，那个已经啊偏了啦，哦，注意的方向已经偏了。所以哦，各位浅显，我们在修道啊，一定要抓到一个方向，不能呢哦偏的。偏的修不成佛了，哦，要正确，就是呢朝啊明心见性，哦，心明因果不昧，见性成佛无疑，哦，一定要呢告诉自己要见性，要见性，哦，见性就可以成佛，绝对了，哦，绝对可以成佛，啊，不是佛学一再讲吗？有没有印象深不深啊？没猜完说得这么努力，讲到嘴巴都干了。好、哦，我们要了解到、哦、每一个人、啊、都是如来，每一个人都是佛。我们之所以没有成就、啊、就是我们有、哦、那个知见不正，我们的见解、啊、不正确。只要我们见解都正确了，我们就成佛了、哦、所以被我们自己的知见障碍，那为什么我们会哦这个被自己的知见障碍呢？因为我们呢、啊、哦这个研究的认识的啊方向没有正确呀、啊，该努力的哦不努力啊，哎不该努力的非常努力，
老一辈哦，他时常在讲，或许都时常听哦，或许的母亲来跟我讲，啊，你钱为拢唔白，哎，唔钱为拢看到会老，有没有听过啊？有没有？哎，就是那个痒的地方你都不抓，哦，那个不痒的地方已经抓到流血了嘞。我们凡人就是这样，该努力的哈、哦、不努力啊，不该努力的哦，偏偏呢撞破头了。就是呢，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要很努力来追求。那这个现象啊，哈、哦，身体都是假的，可以哈、哦、放在其次啊。可是我们哦都颠倒，哦，身体看得见呐、啊，哦，这个物质看得见呐、啊，一直追求，佛性看不见了、啊，不管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哦，现实啊，可是哦，你看最后。哎，一直拼，一直打拼，一直打拼呐、啊，一口气不来，他带什么去呢？对，就是带了罪业去，什么也没带去啊。聪不聪明？很笨。所以我们不要学哦，学那个很笨。哎，我们要呢，这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哎。已经呢，跟整个宇宙大地啊，整个虚空融成一体了，哦，不会说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啊、哦、凡人啊，哦一口气不来，家属赶快哦，要请那个哦诵经团来诵经，对不对？哎，就是他已经哦在生的时候啊，不知道哦那个佛性的宝贵啊，他一口气不来。佛性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紧张。哎呦，我要去躲，那都没路通行，哦，很紧张的啦。哦，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家属赶快哦，请那个诵经团来诵经，因为哈、哦、那个经啊，哦，就是戒，就是路戒，哎，就是路，要你走了一条路，很光明的大道，哦，一条路，哦，这一条路呢，可以呀、啊，到达天堂的。哦，非常啊，这个殊胜。可是在世哦，不研究不听啊，那死掉以后哦，才哦来指挥一条路，他可以到天堂吗？我们你看哦，那个都写什么？接引极乐世界，对不对？还、啊、有没有啊？假如说哦，一口气不来，都接引极乐世界。那我们就坐着等死就好了，我们等死都到极乐世界去了，哎，所以哦，要了解到，一定也要修了哦，你要有资格，要修了才有资格啊，去极乐世界啊，哦，所以最重要的、啊、还是把我们在凡尘的所有哦那一些啊不好的脾气毛病呢改掉。哦，那一些呢？佛性本来就没有，哎，把它改掉就可以啊。哦，回到我们本位，本位最好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没有到本位，哦，没有到本位。善知识，哦，世界虚空呢，能含啊万物色相。哦，这个世界的虚空啊，它可以包含哦万物色相。也就是说呢，我们那个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它可以啊包含哦整个万物色相，整个呢世界虚空啊都在我们的哦不生不灭的佛性当中啊。哦，因为我们都没有研究过啊，所以听起来哦会有一点哦生色、啊，会不会？会不会生色？不会啊，哦不会最好。哎，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啊，有那么大的功能，我们都不知道，不研究哦，不知道。啊，现在研究了哦，就了解说，哦，真心之中呢，包含万物色相，全部呢都在真心里面。哦，所以佛就讲，一切世界啊，哦，凡所有相，皆即啊，菩提妙明圆心。都是我们的真心呐、啊，所有凡所有相哦，全部都是哦，哦，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不会骗我，
哦，他已经修成佛了，不会骗我们，跟我们讲。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哎，我们众生呢，为什么不成佛？就是心外起法，就是把哦这个所有万象啊，都把它推到我们心的外面去了、啊，不知道呢，万象都是真心的、啊，这样了解吗？把万象都推到心的外面，所以这个心外起法就是外道。日夜星宿山河大地全年溪间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西密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所有讲的前面这一些都是在我们性分之中要了解说天堂第一眼也在我们性分之中所有西密之山大海草木丛林善人恶人全部都在性分之中。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之大，我们的自性它能够包含万法，所有万法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万法在知人性中，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说万法全部都在我们的性中，没有说错是真的就在我们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以善，尽皆不取不舍六祖教我们说见到一切人不管他是善还是恶我们都不取不舍，就是不喜欢不讨厌，这样会吗？会不会？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要平常心平常心都平等，然后常住平常心就已经在道了。那平常心呢就没有起伏了，没有生灭了。亦不懒惰就是看到善恶都不取不舍不喜欢不讨厌，那我们也不懒着了也不进去跟他们两个相对。那么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我们的心就好像虚空一样，这样就叫做大，故曰摩诃，我们的心量就是那么大跟整个虚空合在一起。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显这边又鼓励我们要实践 实际的去做不要只有嘴巴讲了只有讲说我们的那个性分很宽广，这样的话它不会到达，要把真的我们的性分把它伸缩出来。比如说了，刚才有人在咳嗽，对不对？哥有听到吗？他谁听到的？你追究像听到的，那个听到的就是魂啦，听到的就是如来啦，这样会吗？是不是已经很宽广了？佛性已经出在外面了，有没有？因为我们这边很静，不容易拿外面的车身来比喻。假如说有车子经过它有声音，我们就可以说你看我们佛性已经到外面的马路跟那个车子在一起了那个佛性都可以伸展很宽广。我们明天再讲那个耳根连通。智者心行就能够实际心来做，又有迷人空心静坐，所以六祖非常这个反对就是空心静坐他的空是完空的，因为他不知道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宽广所以空心静坐是完空，然后想要有神通，那么百无所思就是做的全部百无所思，
自称为大，他以为说哦，这样就可以修到哦很高的程度啊，哦可以啊，那个哦叫什么泥丸哦，泥丸功呢出阳神。那一天有问说，从泥丸功出去呀、啊，当七天神仙，啊那个哦王火将相是不是也是从泥丸功出去？各位先生，对，没错。因为、哦、那个王火将相的那个他所行的功德、啊、比较少，所以没有、哦、脱离、啊、这个、哦、我们人间还在人间、啊、可是人间、哦、都可以管理众人、哦、在众人之上、哎、他在凡尘行持的善不够，所以、哦、还在人道，没有变成、哦、七天神仙。那从泥丸宫出去，我们要了解到你在日常生活能够利益众生、哦、帮助众生，那个、啊、功德就大。他、啊、假如说呢、哦、只有这个自己、啊哦、本身行善，然后没有兼善天下，他的功德就不大，这样了解吗？十辈人、啊哦、不可逾矣，就是这一种人、哦哦、不用再跟他说了啦，跟他说也没用，他听不进去了、哦啊、没有、哦、走这个正道，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哎、所以不可逾矣，没有用，跟他讲没有用、哦、为邪见故、啊、他已经、哦、邪见见解都不正确、啊、我们在凡尘、哦、最怕就是见解不正确，因为我们的见解、啊、会引导我们啊哦、去、啊、这个作为。所以佛学呢在北部讲的时候、啊、都有那个养成、哦、教育、啊、都会教大家、哦、说小心、啊、我们的思想。各位有没有听过？有啊，那背出来听看看。哦，对对对，哦，正确了。所以哈、哦，这个我们要了解说，小心你的思想，它不久啊就变成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啊，就能养成了、啊、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啊，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啊就造就啊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啊到命运啊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啊，把真理融入思想，哦，那整个都圆满的，哦，整个思想啊都是真理，那整个行为啊都不造业，哦，所以都解脱了。这样记得来吗？记不记得来？哦，从呢我们的那个哈、哦。思想开始、哦、然后思想、啊、我们怎么想就怎么做嘛，所以小心你的思想，它不久、啊、就变成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啊、就一直延续的啦，变习惯性、哦啊、小心你的习惯、啊、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你的、哦、人哦，这个人的品格啊，哦，要很高超，所以我们了解说，哦，从呢我们的哦那个思想，哦，然后呢，哦，行为以后习惯以后啊，品格就形成。那你小心了、啊、你的品格，它不久就会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啊，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这样呢圆满。善知识心量广大、哦、这个六祖一再跟我们讲说，我们的心量，我们那个真心、啊哦、非常的广大、哦、尽虚空遍法界啦，心量广大，周遍的法界、哦、遍周、啊、法界，整个的法界就是整个空间、啊、所以这个空间、哦、还超出我们太阳系，
各位知道吗？太阳星就是有五大行星，地球、月亮、太阳，哦，这个呢太阳系。然后呢，这个法界啊，超出太阳系，整个啦，整个空间啊。所以哦，那个佛的世界啊，哦，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就不在我们哦太阳系里面。哦，那个东方呢，哦，琉璃世界啊，它也不在我们太阳系里面。哦，那个北方呢，宝城世界啊，也不在太阳系里面。哦，那个佛世界啊，都超出，非常宽广。那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也这么宽广，所以以后只要我们证悟本性啊，哎，就可以到各个佛世界去。看我们呢，要到哪个佛世界啊，就可以去。哦，而且证悟本性以后啊，又可以千百亿化身啊。哦，像我们佛老师呢，哦，在来借窍的时候啊，哎，很多地方都在开法会，很多地方老师都去借窍，那个叫千百亿化身。那我们只要证悟本性了，哎，我们也可以。这样了解吗？用啊，即了了分明。哦，我们把那个心量哦，真心啊，拿来用的时候啊，了了分明，就是对什么都知道了。哦，所以这个最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凡尘呢，知道的角度啊，非常的窄，哦，一点点而已啦，没有很宽广。那我们能够了了分明呢，就是很宽广。哦，每个角度呢都知道。哎，所以用，哎，我们拿真心那个心量来用，就能够了了分明。应用啊，哦，遍知一切。我们应用的时候啊，哎，应用我们心量广大的时候啊，哦，遍知道一切，所有一切啊，全部知道了。哦，不管是现代，不管是古代，不管是未来。哎，全部都会知道哦，遍知一切。那么一切啊，即一，所有的一切啊，都是从无极生发哦，所以一切啊，即一，一呢即一切。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万象啊，现在在凡尘的万象都是一本，都是无极啊，然后善万殊，然后呢变万象。哦，所以呢，一啊即一切，一切呢就一。气来自由，我们那个呢，哦，心量广大，可以啊，气来自由，哦，要到哪个佛世界啊，都可以，哦，可以气来自由。心体啊无滞，哦，那个滞啊就是阻塞啦，那我们的心体都不会阻塞，哎，都无所住了，哎，有所住哦，就有生灭啦，它都无所住呢，哎，它才长存，哦，永远呢都在。哦，即是般若，哎，那这个呢就是般若，所以呢六祖把这个哦般若啊用到我们佛性本体啦，就是那个心量广大，那个真心呐，哦，用到佛性本体，哦，有时候呢般若啊，我们呢用到呢妙智慧，哎，啊两个都可以，哦，般若妙智慧啊，哎，有般若妙智慧啊，哎就能够了解啊佛性本体，啊，所以离跟智啊一如。哦，已经合成一体。善知识啊，一切般若智啊，哦，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所有的般若妙智慧啊，都是从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啊，然后产生，不从外面来了。就是哦，我们不是落入凡尘啊，有身体以后去学的，哦，学来的那个叫外入。啊，这个不是哦，般若不是啦。或者都一再讲哦，我们凡尘事放不下，般若绝对不会生花。那我们凡尘事啊，可以放得下哦，全部呢都万年都放下了，一念不生的般若就生了。这样了解吗？只要我们有起心动念啊，般若就没有般若。那我们万年都放下，什么都不想了，一念都不生的般若就生。那个般若身啊，了了分明，这样了解吗？哎，了了分明哦，没有起心动念的，没有起心动念而了了分明，都知道，
可是呢都不经过心意识、啊、奥不奥妙？所以我们自信呢非常奥妙，要追求、哦、越追求呢只要我们去摸到边了，自己就会很高兴、哦、可以、哦、这个一摸到我们佛性本体、啊、可以都三天不睡觉，精神都饱满、哦、那你假如说一直啊、哦、产花一直产花，那睡觉的时间越来就越少了。那假如说我们哦，这个睡觉的时间很长，哦，然后连哦这个清醒的时候、啊、也很昏沉，那就表示啊，我们阴哦很浓，我们人啊半阴半阳，各位知道吗？哎，纯阳就是仙佛了哈、哦，纯阴就是鬼了。我们人半阴半阳，看我们是要阳多呢，还是要阴多？我们一直陪那个阳，让阳越增加，我们就越上升了、啊，成仙做佛。我们越吼、哦、那个啊，培养那个阴，就是吼、哦、都是负面的啦，那个不好的哦，想也不好的，做也不好的，对待人也都不好的，全部不好的，啊都阴如贼啊，哦阴就增加了，啊往地狱去了，哦，所以看我们呢，我们现在是一半一半。所以、哦、白天也适应，晚上也适应。那我们成阳呢、哦、要了解说佛性一启发，全部呢、哦、都走路啊，纯善、哦、这个叫纯阳，不用睡觉了。好像又是看卡通，不是有经过那个阶段、哦、不用睡觉哦，那个时候啊，哎，这个研究《金刚经》的时候啊，啊，或者那个时候，哦，晚上也不用睡觉，就看经了，看《金刚经》，然后呢，白天一到了，因为哦，那个时候啊，或许在开机缘车，哎，就开车去赚钱，然后呢，晚上差不多十点多回来，哎，又看书，又天亮了，又出去赚钱，开车哦，精神不好不行哦。哎，会撞人的。所以有经过才敢讲，哦，才敢讲说我们纯阳的时候啊，阳很盛的时候啊，哎，不用睡觉。那假如说哈、哦，明明是白天，啊，眼睛呢又眯眯的，要一直想睡啊，那个就是阴太浓了啦，好不好？不好哈、哦，哎，就是哈、哦，要从思想。哦，改造负面的哈、哦，不要想负面的，不要讲哦，负面的不要做，那一些哦不好的恶的全部呢都离我而去呀、啊，就是培哦培养我们的阳哦，那个阳就越来越多，阴就越来越少，哎啊精神哦就会呀、啊、哦越来越薄，这个是在哦性体来讲的啦。那身体哈、哦，我们就是了解我们那养生啊，养生啊，哦，都是从身体着手了。啊，那个身体的养生哦，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四大所有风土哦，它有生住异灭，哎，它自然的过程啊。你搁看搞养生哦，拢会死啊，对不对？哦，我你养生干两百回好不好？真济啊，对不？还嘛死。啊，两百年啊，啊不两千哦。所以那个有数目哦，都是很短哦，在佛性呢都是刹那，佛性呢刹那哦，我们凡尘的现象就已经哦千千万万年了，所以我们一进入佛性啊，不生不灭啊，哈、哦，很快哦，刹那就是永恒。所以那个刹那就是永恒啊，就是证悟了以后啊，哎，讲出来的，哦，一进入啊佛性了，哦啊，已经经过哈、哦，哎，几百年、几千年了，这么快哦，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努力修，哎，都可以到达，莫错用意呀、啊，哎，这个六祖呢叫我们说呢，啊，不要呢这个错用意，名为啊，哦，真性啊自用。哎，这个呢，我们哦，这个从自己的真性，哎，从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呐、啊，
出来，然后我们自己用一真呢，一切真，因为从佛性本体出来，这个真，那一真了以后啊，全部都真了。所以各位天贤要了解说，这个一真一切真啊，是修了已经到达目标了，那个才一真一切真啊。那我们开始修的话就是世上无有真，全部都是假，从这样入手了。先让我们不住相全部都不住相了以后啊，可以回到佛性本体回来。等到已经呢全部回来了相呢都已经呢不住了也不在意了，形象呢都呢在外面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有性啊必现象，有性呢才会现象，没有性就没有相。我们一口气不来，没有性了，性走掉了，对不对？还在不在？就要埋掉了，对不对？不然要去烧了不在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有性必现象，所有的相都是我们真如佛性，所以叫一真一切真。这个不是我们开始修的时候讲的，是已经修得到目标的时候讲的已经呢到达了可以了全部都没有分别心了，那个时候没有两边了，那个时候才可以说心量大事啊不行小道。我们的心量大事啊就是呢不行小道，不做呢那一些呢不好的口沫呢中路说空嘴巴呢整天呢都在讲空，心中呢不修此行啊这个心中呢不修这个空行，所以佛呢就这个六祖就讲说呢，我们整天都讲空空空，都是玩空了，没有真空了那个心中不行啊，你心中行就真空了就变真空了。那么恰是凡人呢自称国王，凡人呢自称国王不会变国王终不可得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挥舞弟子已经呢走偏了中路在收空呢心都不做不进入真空所以不是啊六祖的弟子。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啊唐言智慧，那个唐言就是我们中文啦我们呢汉文中文呢叫做智慧。一切次首一切时中啊念念不语不管呢什么地方所在不管呢这个白天黑夜这个一切处所呢就是呢空间，一切时钟啊就是时间这个时间跟空间啊不管什么空间不管什么时间念念啊不语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念念六祖呢用念啊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啊，很喜欢六祖很喜欢用这个念来当我们佛性本体，所以他念念叫我们不要间断，念念没有间断的，念念都是觉啦，都是觉不会造业。那我们不觉了，不觉无明就会造业了，所以六祖告诉我们说，念念无间，不要间断那个正念就是佛性本体，都不要使它呢这个偏离的，时时刻刻都是觉。那觉的话就可以到最后抉择成佛了。那我们众生呢一天之中啊大概觉的时间呢，或者说讲大概24秒，有没有啊？有没有24秒？不容易24秒还蛮久的嘞你保持看看，那个觉在的时候竟然毛表一按下去看看能够多久跑掉了，一定不到24秒。不然可以试试看现在毛表很普遍的，随便买就有，很便宜，起掐哦，开始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多久看看不错还24分呢
所以我们呢，念念不语，就是呢，不愚痴，不走路啊，无明，常行智慧啊，时时刻刻呢，都用了我们般若妙智慧，即是啊，般若行，一念语呀、啊，即般若觉，这个语呢，就是无明了，就般若觉了，一念智啊，即般若身，所以鼓励啊，六祖一直鼓励我们，就是要用般若。那么世人愚迷呀、啊，不见般若。我们的凡人呐、啊，愚迷、愚痴、迷昧啊，不见到呢般若，口说般若呢，心中啊常语，嘴巴讲啊没有用了、啊、心中呢都没有真正的启发呢那个妙智慧，常自言呐、啊，我修般若，自己说，自己说没有用了、啊，要别人说才有用，说哦某某人很有智慧，那个才有用、啊，自己讲没有用、哦、所以呢。一定呢要自己本身呐、啊、启发，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自己真的能够有那个般若妙智慧生花了，念念呢说空不是啊真空这边呢六祖就把它点出来说真空真空呢就是空中不空，有佛性在，所以真空，般若无形象般若啊没有形象，智慧心呐、啊、即是。我们的智慧心、啊就是般若，若作呢如是解啊，即名般若智，假如说这样的了解、就是般若的智慧。那么何名般若蜜、什么叫般若蜜呢、此是虚国语，唐言呢到彼岸、就是我们中文、说呢这个到彼岸，清净的彼岸，没有对待、是一个啦绝对体。那么解义啊，离生灭了解它的意义，就是真理，离开呢生灭，所以到达波罗蜜就是没有生灭了，就是一体的，没有生灭常住了，着尽呢生灭起，我们呢着了这个有形有相啊尽着尽就生灭尽啊都有生灭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落入形象。一定有生灭，啊，生灭的我们不追求了，我们追求不生不灭，所以着尽啊，生灭起，如水啊，有波浪，那个水啊有波浪，就是因为有风啊，水才会有波浪，啊，那个风就是无明啊，那个水就是佛性啊，啊，波浪就是烦恼，啊，为什么有烦恼？因为有无明，无明风啊。无明风一吹，吹到我们佛性，佛性本来是很平静的，然后啊，风一吹了，就波浪起来了，烦恼就起来，所以这个比喻啊都很恰当，我们佛性啊，心平如止水，好像止水一样，那个呢是心平，可是呢，我们有无明风，就起波浪了。那么即名为此岸，这个呢我们有无名、就是苦海，在苦海里面呢沉溺，所以就是此岸。那么离见、无生灭，离开所有的形象就没有生灭、就是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如水、长流、通流，这个水、能够通流了，即名为彼岸，就是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故号啊波罗蜜，所以讲清净的彼岸。善知识迷人口念，这个迷昧的人啊嘴巴念，当念之时啊有妄有灰，他呢在念的时候啊心中呢有妄，然后有是灰，念念呢若行啊是名真性。假如说呢我们念念啊能够行持，行持啊到波罗蜜清净的彼岸，就是没有对待了，念念落行的时候啊没有对待，清净的彼岸，是名啊真性，那个呢就是我们的真性，悟此法者能够领悟啊这个方法，是般若法，修此行者啊是般若行，不修即凡，我们不修呢就是凡人，一念修行啊自身等佛，只要我们一念修行啊，我们自己的本身啊就跟佛平等了，自身呢这个等佛。善知识凡夫啊即佛，
烦恼呢哦即菩提。这个哈、哦、又讲到哈、哦、我们那个哈、哦、啊，我们不是有讲过那个张卓卓秀才的那个哈、哦、悟道记吗？有没有？各位记得吗？记不记得？光明急照啊，片河沙，完胜寒灵共一家，有没有？哎，哦，不错，大概都大概各位前人都要把它抄下来哦。这个呢，我们可以从他的悟道记呀、啊，哦，然后也一样，我们按照他的方法哦来领悟啊这个道。啊，或者说要引用哦他那个第二句呀、啊，就是凡圣寒灵啊共一家，哦，凡人跟圣灵的灵啊都是一样，哦，没有分别的，哎，他呢都是同体的，哦啊，所以呢这边说凡夫呢即佛，我们凡人呢、啊、就是佛啦。哦，所以哦，六祖跟我们讲，我们呢都是佛，相不相信？我们就是佛啊！又是很没有力道，可能要晚一点了、啊、哈、哦，再过一段时间呐、啊，就会相信。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哦，正在培养，正在酝酿，嗯，酝酿哦，信心来。就是佛，自性就是佛、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各位都是佛、哦、不要被自己的、哦、那个邪见障碍。烦恼呢即菩提、哦、我们有讲过了，烦恼即菩提呢就是烦恼是我们的佛性生花，佛性呢生花烦恼，然后我们烦恼，所以人、哦、是在加工了，不公嘛？家己生安尼烦恼出来，啊来烦恼，是不是这样？烦恼是谁生出来的？都是自己嘛，哦，自己生出烦恼，然后哦，在烦恼里面很烦恼，自己害自己啦。哎，啊，所以六祖呢就跟我们讲，说我们生花烦恼那个、啊，生花烦恼那个就是菩提呀、啊。哎，啊，我们回头哦。哎，看到啊，回头看到，哎，原来，哦，所以哦，就想到说，我们那个佛像的前面不是都有一面镜子吗？有没有？那个要做什么？啊？对，就是要回光返照。哦，那个镜子啊，摆在那里呀、啊，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回光返照。本身就是佛，哦，就是那个意思，嘿，回光返照，哦，你回光返照了，你就是佛了，啊，所以回光返照了，哦，那个烦恼生出来，回光返照了，哎，见到菩提了，因为就是这个生出来的，所以烦恼跟菩提啊，它是同相同，哎，那个烦恼从菩提生花，那为什么你生花烦恼呢？生菩提就好了。哦，所以啊，这个讲的哈、哦、是那个源头，源头的地方，哦，那个生花烦恼的源头。所以各位浅浅听到这个烦恼即菩提哦，一定要辨别。假如说我们已经进入啊烦恼的内容，那个不是菩提哦，那个是恶，善恶的恶恶法，那个会使我们造业。哦，所以一定要知道。你进入烦恼的内涵内容、哦、那个烦恼的事项事情形象，那个不是菩提、哦、烦恼即是菩提呢，是生花，生花烦恼的那一个、哦、那一个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啊哎、我们一回光返照了，就照到自己的佛性、哎、那个佛性、啊、就是菩提、哎啊、烦恼是同菩提生花的哎啊，所以你哦，佛性呢，哦，生出那个菩提出来就好，不要生烦恼，这样能够哦辨别清楚吗？可不可以了？可以了哈、
所以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要明理，了解真理。前念迷啊，即是凡夫，后念悟啊，即是佛，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凡夫跟佛啊，就差在迷悟，迷了，佛都变众生了，悟了众生都变佛了，所以迷悟的差别，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很重要，就是自己呀、要掌握自己，对自己的佛性呢要做得主啊，把得定，要能够做主，佛性做主，然后呢要有定，不能这个利益纠葛啊又被感官拉走了，所以我们要做得主，把得定。前念呢着境啊即烦恼，后念啊离境啊即菩提，离开境了，就是已经菩提啊，就是不在烦恼的那个现象里面，不在那个内涵内容里面。三知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最尊最上最第一，六祖就讲说呢，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就是最尊贵，然后呢最上等，最第一的，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追求。各位会了吗？会不会一样啊？就是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是那个你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已经摩诃般若波罗蜜整个都呈现了，这样会不会很容易按码表看看能不能够24个小时？无助啊，无往亦无来。我们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无助，无所住了，有所住啊，就有生灭，它无助。然后无往也无来，没有往也没有来，没有往来，就是常住了。不喜动地嘞。如如不动常住的三世之佛啊，从中出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三世之佛从这里出来，我们从这里进去啊，再出来了就成了啦。这样了解吗？没有一个了解呀。当用呢大智慧打破呢五蕴烦恼。各位先生，五蕴是什么？对，很正确的色受想行识。色呢就是形象，受想行识呢就是我们精神啦、所以呢我们了解呢这个就是身体色就是身体有形有相，受想行识就是我们在凡尘在用的罪呢拉我们造业就是这个受我们有感受然后产生想呢就有行为接着下来就流程记忆所以受想行识就让我们六道一直轮回了所以我们打破五蕴五蕴烦恼把它打破。各位先贤打得破吗？都不想了不想打破，不想把它打破，不起又好。当然了，人生难得嘛要打破的龙魔一样是从心地用功夫啦我们了解啊，从心地用功夫，不是把身体毁坏掉，而是说呢，我们从心地啊，已经建立认识真理，形象呢都是假，虚幻不实在。然后我们不住相了，住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本体，这样呢，我们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啊，都不会有业了，不造业就不受苦。解脱了，
所以呢要自己努力的啦，要解脱要自己努力哦，不是说求仙头哦，拜托老师把我解脱了，我很苦啊。我们有没有这样想啊？打破呢五蕴烦恼尘劳哦，我们在凡尘呢劳劳碌碌了，哎，都免不了的。如此修行呢，哦，定成了佛道，变呢三毒啊为戒定慧。各位听听，三毒是什么？哦，对，正确，就是呢贪嗔痴哦，贪嗔痴呢就是三毒。我们呢把三毒呢变成了这个戒定慧。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啊生八万四千智慧，哦，这个啊顿教法门，哦，六祖的这个顿教法门呢，从一个般若，然后产生啊八万四千的智慧。何以故？为什么呢？要产生这么多智慧？为世人啊有八万四千尘恼，哦，我们凡人呢啊有八万四千的烦恼，所以呢才要啊哦八万四千的智慧来哦这个啊处理这个尘恼。若无尘恼啊，智慧啊常现。哦，没有尘恼的话，我们智慧啊都时时刻刻啊呈现。哦，不离啊自性，哎，都不离开呢。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悟此法则啊，哦，即是无念，能够呢领悟啊这个顿教法门，哎，就是无念，没有念头。哦，无念啊，无着，不起狂妄，哎，都没有念头，不起心动念。所以呢，哦，没有意为意，然后也无着，不着相，哦，不起狂妄，哎，就全部哦都是真，哎，不起那个妄。那么用呢真，哦，自真如性啊，用自己呀，啊，本性，哦，那个真如性，以智慧啊来观照，哦，以一切法不取不舍，哦，所有面对的万法，我们呢？啊，都不喜欢，不讨厌，哦，不取不舍，没有取舍，没有取舍都不造业，即是呢见性啊成佛道，哎，所以哦这个六字啊苦口婆心呢，就是要我们都能够呢成佛道，哦，能够成佛。善知识，若欲啊入甚深的法界啊及般若三昧者，假如说呢我们要进入啊哦甚深的法界。就是很深的，我们那个不生不灭啊，哦，佛性本体所住的地方，哦，那个法界，以及啊般若三昧，哦，妙智慧的正定，三昧就是正定啊，哦，三昧是梵文，我们中文叫正定，哎，所以我们要有哦那个妙智慧的正定，时时刻刻的妙智慧都在，那个叫哦三昧，哎，我们呢。可能启发以后啊，有时候呈现了，啊，有时候不见了，啊，所以没有哦，哦三昧，那假如说三昧哦，时时刻刻都在哦，那个叫般若三昧，哦，时时刻刻啊都是有智慧，那个叫呢般若三昧。那么悉修呢般若行，一定呢要修般若，哦，般若呢就是离相，有妙智慧啊，可以离相。那么离相啊，就可以成就啊，哎，可以成佛了。持诵呢，《金刚呢般若经》，哎，就是要我们来持诵哦，《金刚般若》。金刚呢，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它就好像金刚，它可以哦破坏所有念头，不会呢被念头破坏。啊，我们有没有按照这样做啊？我们时时刻刻都被念头牵着走，被念头破坏，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哦，要了解说六祖讲的意思啊，就是要我们哦，启发我们呢，哦，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用呢那个佛性啊，哦，来主宰，这个叫做诵持啊，《金刚般若经》，哦，能够呢诵持我们呢。啊，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他就 啊有般若妙智慧，那有般若妙智慧啊，就可以啊，哦，脱离苦海。所以哦，启发般若很重要。那要呢启发般若，一定要认识佛性啊，
哦，不认识佛性呐、啊，般若无从启发。那要认识佛性呢，就要把凡尘所有相哎都去掉，哦，所有相都是假的，假相都去掉以后啊，佛性就出来。持诵金刚般若经呢，即得见性啊，哦，我们呢就可以哦见到啊自己的本性。那么当知呢，此经功德啊无量无边，哦，我们能够呢啊这个持。哦，金刚般若经呢，功德无量无边。哦，经之中呢，昏明赞叹。哦，莫能啊，据说，哎，就是没有办法把它的那个功效全部讲出来。那么此法门是最上圣，哦，这个最上圣的法门，从自己的本性啊来救自己。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哎，我们启发了以后，救自己不但可以救自己，还可以救很多众生。哦，所有众生呢，哎，都这样引导，哦，引导他呢，自己啊救自己，哎，个个啊都得救了，哎，个个呢都已经呢上法船了，哦，所以呢，把这个娑婆世界啊就变成人，哦，莲花帮，哦，真的可以到达的。为大智人说，哦，所以这个呢最上圣啊，哦，为大智人来讲。哦，为你上根人说，哦，上等根器呀、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哦，这个上等根器呀、啊，哦，是要啊，这个自己呀、啊，哦，一直啊培养，培养那个善，哦，让你这个善呢、啊、能够生根，有善根呢，哦，还要让善根成熟，善根成熟了，可以接近呐、啊，哦，啊，这个上圣佛法，可以接近呐、啊，哦，善知识。啊，这样呢，哦，修起来就很容易呀、啊，哎，所以本身的哈、哦、那个条件呐、啊，哎，就是要累积那个善，哦，所以呢，这个善，哦，善根呢，就是有累积善的，都变成善，哦，善根。那么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哦，小根跟小智的人呐、啊，哦，一听到了、啊，哦，心生不信呐、啊，因为哪有遐好诶，哦，哪有那么好的？哦，就这样就可以成就。何以故？为什么呢？哦，譬如天龙下雨啊，于阎浮提。哦，这个天龙下雨呢，在我们哦南赡部洲，阎浮提呢就是南赡部洲啦，哎，就是我们哦住的这个世界啊，哎，叫阎浮提，哦，也叫红尘，哎，咱住的红尘。东胜神州，哦，西牛贺州，北济庐州。哦，北济庐州的啊众生呢，平均寿命、啊、有1000岁。去到那边哈、哦，那个人民的寿命、啊、都有1000岁、啊、所以我们200岁算什么？哦，真夭寿哎！哦，很短命呐、啊。哎，只要我们到呢那个庐州去啊，可是哦，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那个哈、哦，去到那个北济庐州啊，没有机会啊，闲工的，大家都散哦，救不了人啊，啊没有办法累积功德哦，像不阿陀成佛了，所以列入哦八难之一，八个很困难的哦里面的一个，哎，啊我们这边哦南赡部洲啊，这个善恶各半。善的很多啦，恶的也有，哎啊，看哦，我们要行善作恶，哎啊，你假如说把那个恶人欠善，哦，那个功德很大，哎，所以就容易做了，哎，所以活菩萨哦，他都要来这里哈、哦，哎，来南赡部洲啊示现，来救度众生哦，行功立德，都已经成佛了哦，成菩萨了，他还很努力呢，哦，比我们众生努力，我们众生受苦哦，拢麻痹啊。哎，都不知不觉，他、啊、有的甚至苦中作乐，哦，在苦中呢，在作乐。诚意记肉啊，西街漂流，哦，这个下大雨啊、哦，在盐湖体啊，哦，整个城市啊，哈、哦，记肉全部啊漂流，如瓢草月啊。哎，这个哈、哦，这个水灾就给我们看了，就是这样，雨太多了，哦，一年的雨呀、啊，用3天把它下完，厉不厉害？
很厉害，结果我们就遭殃了、哦、很多人、啊、命都不见了。落雨大海，假如这个雨、啊哦、它下到大海里面不增不减、哦、没有增也没有减。若大圣人、啊、若最上圣人闻说金刚经呢，心开悟解、哦、假如说呢大圣人最上圣的人一听到呢金刚经、啊、心开悟解、哦、各位悟解了没？都问你放不下，都起心动念了、啊哦，万年历放下的一念不生，就是误解了啦，领悟了解了，哦，他、啊、不肯的话，就是、哦、不误解，哦，还没有领悟了解，故知呢，本性啊，自有般若之智，哦，我们本性里面啊，自然就有般若的妙智慧，那么自用智慧啊，哦，常观照故，哦，不假文字啊，不借的那个假就是借的意思啦，不借的文字。哦、不用文字啦、欸、就是不要、哦、因为六祖、啊、本身呢就没有、哦、认识字啊，不慢理、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修道跟学识啊没有关系啊。佛学都讲啊，老千慈场面，你看我们凡尘博士那么多，哪一个博士成佛了？佛学在他身边哦，听得很习惯、欸、都是慈场在讲这个，是不是啊？有没有博士成佛？有没有博士很多，对不对？很多很多哈、哦，他不只是博士先问的，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哈、哦，那个学识啊，跟我们修道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哦，假如说学识你肯用哦，用到我们佛性来，那是最好。可是它当成文章了哈、哦，反而就不行了，哦，变成文学了，哦，不是佛学。是文学，那文学、哦、那个、哦、孔老夫子讲说你全部本分都尽到了，行有余力、啊、再来学文，不是这样说吗？哦，你还够困难，你打行都做得搞、哦、这个入则孝出则悌、啊哦、这个、欢爱众，然后呢什么信，因为、哦、谨而信、啊、因为后学对那个、哦那个儒家思想都不敢演说，为什么？我想我都拢阿婆读册吼，啊讲那个都是吼、哦、那个知识分子在说的，哎，好像不太适合了吼、哦啊，所以就专注呢，哦，钻研佛经，哎，佛经呢比较深入，哦，所以比较了解呢他呢讲的那个意思。譬如以水、哦、不从无有、哦、这个无、啊、就是先天的无啦、哦、无有、哦、以水、啊、不是从没有然后有，它呢都是存在啦、哦、存在这个空间，原是呢龙能兴智、啊哎、就是、哦、原来都是那个龙可以把这个、哦啊、以水、啊哎哦、这个、集中以后、啊然后呢、哦、就是降落在一个地区，令一切呢众生、啊、一切草木、啊、有情无情啊悉皆猛论、哦、令众生呢跟草木、哦、众生呢就是有情，草木呢就是无情，然后让这一些呢全部、啊、都得到呢、哦、滋润，百川众流啊、哦、切入大海，这个百川众流哦、所有不管大小河川、啊、一定也都流入大海、哦、河尾、啊、一体就变成了一体，那么众生本性、啊、般若之智、啊、亦复如是、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凡尘、啊、所有万象都不同，可是、啊、一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全部都相同，都是一体的、哦、就能够合而一体、哎、所以我们呢那个啊般若本性呢、哦、就是这个样子。那、啊、我们呢、剩下呢这个半个小时、哦、要给各位、哦、这个问问题的时间到了，各位有没有准备啊？要问啊？不用哦，怕拍谁啊、哎、这个
这个你认为说，哎，我问这不知道用笑的，对啦，哎，这个大家心内吼，拢有迄个问题的，大家都有，所以呢，哦，就可以问。还没有问之前呢，或者讲一个故事啦，吼，啊，你们可以一边想说怎么问。有一个师父啊，吼，他要出远门，然后跟他的徒弟讲，说我那个桌子上吼有一本《金刚经》，啊，你不要吼去翻，不要去看。然后师父哦就出门了，哦就出远门了。啊，这个徒弟啊，这个师父不交代哈，他也不会去翻的。那师父一交代了哈，他特别好奇，说《金刚经》怎么不能翻？哎，所以他师父出门以后，他就去翻，翻《金刚经》一翻开以后，金刚童子就出现，主人有什么吩咐？金哥给他关起来，惊一下，怎么里面有人？然后想一想，哎，我每天在挑水，对，我赶快又先哦，要掀开金刚经，哦，金刚童子要出来，主人有什么吩咐？他说哦，我每天呐、啊、都去山下挑水，那一段路很难走，你可不可以把它铺平？他主人是。哦，阿德哥罗去啊，然后隔天哦，他要下山挑水，那个路就很平很好走了，哦，啊过了就很舒服了。然后过了几天哦，他师傅回来，走到山下一看，哎，怎么不一样了？难道我走错了吗？哎，一看呢，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一直走一直怀疑啊。哎，走到他的庙回来看，对啊，就是我的庙啊，哦。然后他徒弟看到师父回来了，啊，这一下糟糕了，赶快哦，就跪在他师父面前，师父对不起，我没有听你的交代，我去翻你桌上的《金刚经》。他说：“你为什么去翻？我好奇呀、啊。啊，你看到什么？看到金刚童子。”他师父说：“修大等不可以讲妄言，哦，一定要实在。哦，师父真的，不然你翻给我看看。”哦，他徒弟呢就翻开。主人有什么吩咐？这个时候老师父看到说：“哦，暗的往我爱归来啊，哎。”然后就跟金刚陶祖讲：“说我都已经哦送40年了，从来你也没有现身给我看。”我那个徒弟哈、哦，连一次啊都还没有送，竟然他一翻开你就出来，你是不是大小眼啊？那个金刚童子说：“你才40年哦，你的弟子啊已经40生40世，40岁了，你才40年哦，没搞了，你那个哈、哦。”哎，功力还不够。哎，你的徒弟虽然一次都还没有送，可是他累积哈、哦，已经40生40世。这样各位懂吗？哎，所以我们不能啊，修道这人不可轻易初学。那个初入门的人，你不要看轻哦，已经修足者生足者死，啊，你一死了。所以不要看轻人，哦，了解这个意思吗？哎，所以哦，每个根器啊，那个就是、啊、上等根器，哎，所以他就能够哦，哎，哦，一点就通。想出来了没？要问了没？好，请说。拿麦克风，让问题呢，让大家听到。刘大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有真心之前要学习专心的做，专心的做，随缘放下，万缘放下。你再重讲一次。我们在真空之前，是不是要学习专心的万缘放下？专心之前，真心之前，真空之前，真空之前，学习万缘放下。要先学习万缘放下。哦，
你是说是要先学真空，还是要先学万年放下，是吗？就是我们要万年放下之前啊。好、哦，万年放下之前，你还把它分阶段？要专心的去做，是不是要这样？啊，你就专心的万年放下就好。啊，然后那或许有一点浅见，就是说，我们来佛堂学习信理心法。那我们就是要万年放下，是不是我们要专心一意的做一件事情？专一做一件事情哦，跟万年放下哦，虽然有一点雷同，可是哦不一样哦，因为一件事啊，它还有让我们住相的地方。那万年放下是全部没有哦，或许就讲连天塌下来都不要管，说不管再怎么大小事啊，都放下，放下，再放下。可是要了解到这个万年都放下，这个时候是寥寥分明，懂不懂意思？没有起心动念，可是我们寥寥分明，那个寥寥分明就是真空，就是佛性。这样了解吗？了解，谢谢。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课前呢，那讲师会带动，然后就是说会带动，因为老师是说我们要拍手，那我们后学是觉得说好拍手一心意就好，然后我们又要在那边踏步，因为踏步的话反而会分心啊。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哦，就感觉上那个气哦就很杂，后学有这种想法，不知道有讲师感觉如何？但后学听到了说要这个要讲课之前要先拍手五分钟。那或许都讲哦，那手都拍红了，可有没有把手都拍红了？手都红了哈、哦。所以我们这个啊，超慈讲师呢，这个慈悲啦，就是让我们学习呀、啊，能够使我们呢这个身体健康。毕竟呢，要有健康的身体呀、啊，才能够修道。啊，确实哦，手的那个穴道跟脚底一样。所以脚底按摩跟你那个手在拍一样，不然有时候你可以用那个手指把你手这样刮刮看，它一样有那个沙粒，就是有那个穴道，它有那个功效，啊，各位可以这个大家互相说是不是卖拍遐久啦，安尼吼，这个可以商量的，这个不是一定。哦，不要踏步啊！哦，专一拍手就好。好、哦，那可以，可以，那个可以跟那个超时讲师说我们不要踏步，就只有拍手就好。会分心呐、啊，对对对，对对，好，谢谢谢谢，对，就是要专一啦，踏步就专一踏步，拍手就专一拍手，专一比较有成效。好，请说。好，刘讲师好。好，请说。后学者是就是说，万年放下之后，然后一心不乱。可是呢，有好几次就想要睡觉，这种现象是属于怎样的现象？这个现象各位先写，这个就是我们肉体已经太疲倦，那我们平常都硬撑着。啊，所以在万年放下的时候啊，就是全身的硬撑啊，也一样放下。他、放下的时候，身体的需求啊，他竟然显现，就是哦，那得得困呢，所以这个时候就睡，你睡足了饱满，你自然就会起来。你起来的时候再来做啊，那个效果啊，真棒，最好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你不要硬撑，你硬撑的时候没有效果了，那个身体已经很疲倦了。我们要了解说身体。也要让它能够调和，身体调和了我们做了才能够做得容易有成效出来，是这样的，那个是平常硬撑啊，一万年放下身体那个整个都呈现的，睡饱了就好了，睡饱它自然就醒了，这自然醒的时候来做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了，效果很快，而且。我们可以领悟啊，
哦，尤其在那一种现象之下，哦，我们了解啊，那个般若妙智慧啊，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了分明了，可是没有起心动念，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竟然能够了了分明，哦，那个就是般若妙智慧。然后哦，要一直培养，不要炫耀，炫耀吼也无去啊，去讲电吼，去讲电都无去啊。梁讲师是这样的，您刚刚说我们住相，那我们修道人学着不要住相，那我们如何帮助住相的人不要住相？这个吼，哦，也是从真理下手，就是了解吼，哦，凡所有相都是缘聚则生，缘散就灭。哦，不只有形象，事情也是一样，事情没有形象。可是事情也是缘聚则生，缘散就灭啊，所以那个缘聚缘散啊，都是变化无常。那我们住相哦，形象已经变了啦，我们住的相还是在旧的形象上面哦，所以我们已经哦跟不上了，跟不上形象的变化啊，所以了解说哦，我们从真理哦着手。说万象都一直变化，万象一直变化，那我住相我要住在哪个相？它一直变化，那我的住相也要跟着一直变化吗？哦，那这样就了解说啊，原来都不用住了，它都是假的，最后都已经哦不见了，不见的时候我还在住相，是不是这样？或许的选择是说，我们修道人知道要不住相，那我们如何去帮助住相的人？哦，如何帮助不住相的人？一样，要帮助住相的人哦，也是要跟他讲这一些理，让他了解，说凡所有相都是因缘际会，哦，缘际啊则生，有因有缘，一定要有因缘，哦，因缘际会形象才有。啊，因缘消失，这个形象就消失了。或许都讲房子哈，哦，水泥呀，它的寿命是100年。好，哦，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有颜料、有人工，哦，有因有缘，哦，有颜料因，有人工的缘，然后把它盖成的房子，我们来住，哦，这个叫缘聚。然后100年到啊，叫缘散。这个也是会遇到的传统障碍。那前几会跟我们慈悲，我们要转念。但是事实上，现实面很多事情不能用转念。比如说，我现在肚子饿，你叫我用这个念，把这个肚子饿的感觉把它转掉是不可能的。那衍生到说，今天我们有时候去成全渡人的时候，遇到那个人，因为他就是明，所以他不明理。那我们渡人又要从真理去下手啊。比如说，一个贫穷的人，他就是会贪。啊，我就是没有，那你今天有钱可以借我。但是我们今天把钱借给他以后，他未必能够说，因为这个借钱这个动机、这个行为，然后改变他的心性来啊，去除他的贪。那可是他现实面，我们教他说，你今天会贪，是因为你过去没有布施，没有种福田，那你要去欢喜做，然后现在去承受。可是往往从这个你好像在他身上是行不通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又如果要教他说转念，就是要刚才那位前行的问题，我们要如果帮助住相的众生不住相，他去不住相。好，请坐。这个哦啊，我们要了解到用不生不灭哦那个真心啊哦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哦从理上理呀，从理上着手。我们了解说，我们呢有一个啊不生不灭的真心，我们要找到这个真心哦来修道，这样的道呢修了才正确。假如说我们用呢完成心意识来修道，修不成道。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是走入哦性理心法的，不走入现象。我们现象哦还是要在现象之界呀，啊。哦，还在现象之中生活，那我们要了解这个生活之中啊，我们哦事来则应，事去啊则静。那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啊？
有一个刚好的角度，刚好的角度啊，就是进退应退了，有一个刚好，哦，刚好角度，然后我们去应对，应对了以后啊，就把它抛开，哦，这个现象呢，我们要了解到，并不是说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然后也叫现象进入不生不灭，不是那样啊。哦，就是呢，我们要了解说，修的是不生不灭，我们用那个心来修了，然后外面的万象啊，就随它哦去变，哦，那个随顺事缘呐，无挂碍了。我们要随顺事缘，哦，然后呢，我们呢要保持啊不生不灭的心来修。各位前贤，用不生不灭的心呐，啊，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个哈，哦，绝对不要忘记。我们用生灭心来修，修不成道；用心灭心修，造业，造了业要受苦。哦，所以不要用那个生灭心来修道。然后呢，接着问说，我们去度人，然后他是，哦，不怎么理想啦，啊，哦，各位前贤，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我们认识的人，哎，全部都是一种状态。那你就要衡量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哦，先从轻的着手，哦，去呢跟他呢生活。假如说呢，哦，所渡的人啊都已经，哦，都渡上岸了，那现在都剩下这一些呢不怎么理想的人，你就要用，哦，你自己的诚心，然后用身教来感化，哦，感化他能够，哦，知道自己的过错。所以我们要了解，哦，并不是说马上要他能够，哦，求道，要他能够修道，大概，哦，没有这么好的事啦，啊，都是要我们用心，哦，然后去慢慢的引导，哦，引导他呢先呢能够改变了，啊，他的观念，观念一改变了，啊，行为就会改变，那行为一改变了以后，他就不会啊，哦，那个非分的要求，哦，然后我们也慢慢的，哦，这个身教言教一起来，哦，慢慢的这个劝他，哦，就有可能啊度他求道了，是这个样子，不是说你要去度他求道，你就要帮助他生活了，还你如何可以过一家，你有那么大的能耐吗？你那多一百个过一百家，都累死了，哦，都累垮了。所以也是一样，随顺事缘啦，哦，他什么样的因缘，我们用什么样来对待。那假如说真的是离得太远，我们就种佛因就好了。那个我们不是时常看到，哦，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有没有？那个就是啊，种佛因啦。这一生哦没有修成，来生了，种个来生，所以不用急呀，啊，急没有用。不要马上他转念了，啊，他要不要转，哦，由他自己去决定。然后我们本身呢，用一个诚啊，诚心的诚，哦，就好了。这样可以吗？好，请说。刘讲师你好。好。后学他入道场二十几年了，碰到的都是摩门教渡我，基督教渡我。但是没有碰到一贯道的来度，这是为什么？可能，哦，你的那个累生累世啊，跟那个摩门教，哦，比较接近，啊，所以都是那一些，哦，会来这个邀你，邀请你跟他们，哦，一起呀，啊，哦，这个生活。那可能这个一贯道呢，哦，那个都要讲机缘呐，啊。要有那个因，要有那个缘，哦，有因缘汇合了，然后事才会成嘛，所以这个，哦，你有办法坐在这边的，又听上圣佛法，那不是没有因缘，绝对是有，哦，啊，所以呢就不要苛求，哦，已经呢到了就好，可以吧？好，再说。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是已经帮他躲人了，害怕躲了。他不晓得我求过道吗？哦，因为哦，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在以往啊，以往那个哦，
度人都是一定哦，要身家清白，品性端正。哦，不像你说哦，到后来说哦，赶快哦，这个能够度多少啊，就度多少，赶快拉人来哦，这个求道。我们要了解哦，真正的哦，要有那一种因缘啊，就是哦，有人跟你熟识了哦，知道你身家清白，品性又端正，然后呢，哦，他呢就引进你来求道，那个是最正哦，最正式的啦。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哦，有一点哦贪功了，说哦有人就好哦，那一种现象啊，是有一点腐烂哦，渡人了以后也没有保证呢，哦能够呢啊这个要他来修哦，能够成佛，也没有这一种心理准备啦，哎，所以哦那个都是啊很粗浅的。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走路啊，哦这个人生的这个真理呀、啊。哦，是很不容易呀、啊！哦，要求自己呀、啊，能够呢，哦，这个品格啊，能够很高超，哦，这个很啊，这个人哦，人中之龙，哦，之龙之，哎，这个人中之上的哦，那一种啊情形呢，要自己追求了，啊，不要呢这个埋怨哦，哦，这个别人说他们怎么说那么懒惰，没有来度我。哎，那个可能是哦，缘都还没有成熟了，要机缘成熟啊，哦，机缘成熟自然就会成的，这样可以吗？好，请说。刘讲师，请问一下，你刚刚讲的什么南善故宗？哦，那个四大故宗要怎么写啊？要写，那个往后我们都会详细说，好不好？要现在说吗？哦、有讲是要学了、哦、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哦、南赡部州，北济庐州，还有那个、哦、那个平均寿命，广清和尚所讲的哈、哦，无来无去，无好无代志。他你给他讲的到时间观念。哦，因为哈、哦，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常住不迁呐、啊，无来无去就是常住。那、啊、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啊、我们的真心佛性、啊、就是不来不去啊，没事。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啊、就是这样、啊、那个广清老和尚就是领悟这样，所以他才讲出来说无来啊无去无代志，就是已经领悟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广清老和尚讲的那个样子，无来无去，无代志，有代志是咱自找麻烦，自造业啦，自受苦，哦，那个叫有代志，啊，拢无代志啊。还有吗？好，请问，他没有麦克啊？哎，要给大家知道，听到那个。但是我们那个天然师尊有慈悲哦，我请我们要随时都要真眼静坐。但是在真眼静坐的时候，有时候你的两眼而且说会有那个金光哦。好，那个。那个刹那间就会好像说不到一秒，他自己的那个本性那地方、天观那地方就会有一个灵波二十四分，这是要保持下去还是？所以他只能。好，请坐。哎，这个可能呢，各位努力修的时候啊，哦，那个我们啊，这个一手闲观呢，都会有这一种现象出现。那各位就是要了解啊，因为我们哦，已经啊，这个接受了名师一指点，哦，那个闲观已经打开了，所以只要我们努力的哈、哦，哦，让我们那个佛性的进出啊，都从门。哦，以前没有求道，是走到旁门的、啊，哦，都是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哦，然后泥丸宫跟肚脐呀、啊，那个是走到旁门，然后玄关是正门，然后我们尽量呢出入啊都从正门，哦，这样呢，哦就很正确了，那会显现哦那个光来给我们看，那是给我们信心呐、啊，就是哦你走的路啊正确，啊不要住相。哦，不要说要不要保住他，不要住相，不要管他，不要在意他。哦，那个只是一个门，
像我每天哦出入啊都要有门，对不对？啊，我们有没有去哦对着门一直看，要注意着它，有没有？没有嘛哈、哦，哎啊，所以你就很哦自由自在的进出啊，哎那个门就好了，不用住，不要住相啊，不要管他说哎要他这个呈现多久，不要。住相以后会有病啊。哦，那个就不好了。还有吗？没有的话，再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好。哎，因为还剩下五分钟哈、哦。这个有一个哈、哦，这个修道人哈、哦，他就是哦，这个唯有呢，这个消旧业啊，不敢造新殃。哎，他就呢，哦，就很。哦，努力的这个修道，然后到呢啊一个地方去啊，一个哈、哦、那个村庄小村庄呢哈、哦，去开垦啊一片荒地，哦开垦荒地啊，就在那边生活。那么那个小村庄的哦那一些村民啊，看那个哈、哦、啊就很哦感动啊，哦一个人啊哈、哦、那么努力的在修道，都是哦自食其力，就来帮他哦盖一个哈、哦、草寮。哎，让他能够遮风避雨，哎，能够哈、哦、过生活。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村哦，村庄有一个长者啊，哦，一个女儿，然后跟男朋友哈、哦、就是交往，然后呢，这个怀孕了。啊，因为哈、哦、在乡下的地方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事啊，哦，这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怀孕了，那个是非常不名誉啊，哎，啊，所以哈、哦。那个长者呢就一直逼问啊、哦、他女儿说哦这个孩子的爸爸是谁，哦就是要找他算账。啊结果这个女孩子哦就讲说那一个修道人，那一个修道人，这一下子哦无妄之灾。嘿，那个哦那个长者就来指责了，指责那一个修道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哈、哦、嘿这个哦哎，害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村庄哈、哦、跟人家哈、哦、这个生活在一起，就把他那个哈、哦、叫村人，把那个哈、哦、草寮又把它拆掉，哎，然后那个修道人哈、哦、一句话也没有辩驳了，没有辩驳，哦，他想说这种事我要是辩驳的话，那他那个女儿的命啊可能都会没了啦，所以哈、哦、他不敢再造新殃。哎，都没有辩驳，然后过了到十月哈，哎，满了生下来了，那个长者就把那个婴儿哈，这个抱来给这一个哈修道人养，啊，他就把他养啊，然后就背着婴儿哈工作，然后过了哈几年哈，他那个男朋友回来了，哦，去外地打拼了，有一点哈啊成就了，就回来。哎，跟他这个女儿讲说我们可以生活了，哦，已经呢，哦，有生经济能力了，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跟他爸爸讲说，哦，我的男朋友就是这个啦，哎，不是那一个，哦，修道人。这个长者一听到以后啊，哦，安那安呢，这个时候哦又是集合哦全部村庄的人哦都去帮他盖房子。他那个修道人哦，都没有哈、哦，都是平常心呐、啊，没有说喜欢，也没有说讨厌哈、哦，生气什么都没有。那或许看到这个故事哦，我讲哦，啊，这咱那做会搞，一定嘛变嘛要改变个阿妈滚筋大细条哈，对不对？哎，所以哈、哦，我们就是有时候呢，要想远一点哦，要有那一种容量。要有那个内涵、哦、能够呢容纳、包容，这样就可以救人了，不然你、哦、那个女孩子不见了，那个娃、哦、婴儿也一定不见了，都没法度生活，没法度生活，这间娃。所以呢由这个故事我们就了解说、哦、原来我们可以影响、哦、蛮大的啦，我们那个影响力、啊、一发挥出去、哦、都蛮大的啊、所以、哦、我们呢这个往后在做事的时候、啊哦、也就是要考虑远一点。
自己吃亏没关系啦，哦，啊，一定呢要保持啊那个正气，浩然正气。所以嘛，你看今天花文就很踊跃了啦，吼、哦，我都讲了，我在特别小小的哈、哦、一个哈、哦、一个这个佛堂里面啊，大家都门槛比地刷，你这几人那都没问题，很奇怪，你们都修得很好嘛。好，我们时间到了，下课。